今天我来到了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来访问这位吴中华先生，吴总，请。各位朋友好，我叫吴中华，我是康煤机械有限公司的总裁，我的公司成立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 Bobcat。我是在1980年成为了三八牌子华谊装载机销售员，我曾经在丰荣集团的丰荣机械有限公司和金狮集团旗下的宝生机械有限公司服务了整整10年。在我刚开始销售三八牌子华谊装载机在马来西亚市场的时候，它是一个寂寂无名、名不经传的牌子，发展到今天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华谊装载机的代名词，更成为了在建筑业、工商业和农业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我经过了10年期间的受薪生涯，因为得到了各库长池的支持和市场经济发展一片美好前景之下，我终于确定出来成立我自己的公司。当年是1992年，我从一个小小的贸易公司、几名工作人员和几台复兴的三猫牌子华谊装载机，靠着出租和买卖，发展到今天，我总共拥有了35台各种类的三猫牌子机械，其中25台是华谊装载机。我的工作人员也目前发展到10多人。在这前后12年的光景，我从一个寂寂无名和一无所有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全部是因为得到了各库的长池支持和三猫牌子品质保证，才有今天的成就。谢谢。谢谢。